好啦，5月28号啦，嚟到现场啦，而家时间咧就嚟到夜晚8点未到下，7点零钟，咁就现场非常热闹啦，你睇到话咁多人咧喺呢个烟草道集会啦，我谂系包晒棚啊，即系我谂今日嘅情况咧系甚至无比五二四上个礼拜五更加多，嚟到啦，即系个标语啦，藐视民意，南北下台，人民才是主人啊！All the news will fear or favor， 郑南榕嘅养客，1989年4月殉道自焚嘅一位台湾民主运动嘅重要人物啦。咁跟住咧，我哋睇翻呢个 ，OK， 我哋更加知道呢一个没有讨论不是民主啦。好多嘅标语都喺旁边，壁梁围窗啊 ，OK。咁咩叫壁梁围窗咧？咁啊，好戏演员啦吓，就系咧亡国窗啊。哇！前面咧就相当好似嘉年华咁样，有音乐嘅，好少有音乐咧喺度伴奏啊。咁啊，好多个地方睇到，每一个人都有睇翻噶啦。咁啊，现场指示就系入边已经爆晒啦。你睇佢往这边，往这边咧，就入边已经爆晒。呢个地方就叫青岛东路，青岛东路吓。呢个叫青岛东路。咁啊，我而家企紧呢条嘅中山南路啦。咁呢个地方就系最重要嘅其中嘅入口。咁现场就有两个入口位嘅，青岛东路同埋呢个中山南路交叉口，就系呢个位置。咩都好多人咧攞住标语啦。咁啊，我哋埋去睇一睇啦。虽然音乐好嘈啊，但我睇话呢个系相当震撼嘅音乐啊，哇，紧要啊！呢个系一个场景，全部已经饱满晒人啦，逼爆晒所有嘅人咧喺现场噶啦。咁啊，我哋继续沿住中山南路咧向南行嘅。咁啊，旁边呢栋建筑物咧就系立法院啦。OK， 咁而家入边审议紧，亦都系试图三读紧有关嘅这个国会所谓国改革，实际上系黑箱同埋国权滥权嘅一个咧，同中国暗通款曲，希望划乱台湾嘅法案啦。咁呢个会唔会成为咗一个公民运动嘅一个重新嘅起步点呢？咁我諗呢个真係分分钟有可能。呢场运动呢，我边边睇起嚟啦，即係我迟啲都会开一个节目慢慢讲啦，即係似乎係激起咗好多年轻人，好多年轻人嘅呢一个反抗。即係每幕睇过去呢，除咗中年人之外呢，其实我一路睇过嚟呢，好多年轻人嘅参加嘅。咁呢啲我哋俗称为叫回头草啊，因为呢个柯文哲当时候呢就话呢会激起一啲小草，就係支持呢个白营嘅柯文哲啦。咁睇到你我呢个事故会啊，咁呢个係相当大嘅一个規模嘅运动啦。有两边人呢係好有秩序嘅，一边呢就係向北行，我呢度向南行嘅 ,ok? 咁中间嘅地方就听演讲嘅，中间企晒喺度呢就听呢个车上嘅演讲。保卫我们的国家，捍卫我们的土地。哇，今天你好开心啊！为什么跟那些人一样打架、搞内讧，让别人窝得套成笑话？都几岁的人了，要不要去同个朋友？要不要签证？要签证去我们家。我们签证。我也是一个追星族，看到我拿这个棒子的人该知道，这个叫做一元棒。今天我会想要来到这个台上，是因为哇，这个就是有人呢。虽然他收不到金明奎、金泰妍、安以真的小卡，但是没关系，小卡可以收，民主不能卖。我自己也是全员又跟金明奎那一团的粉丝，我们是克拉，那一团叫 Seventeen， 他们有中国成员，之前有转发过支持香港警察的微博天文，我有点难过。但是前几天一大堆中国明星都转发同一贴文的时候，我看开了，因为他们就是那么的能力，支持香港警察的贴文全部都已经被台湾人封杀的，封杀。所以我们先不谈中国明星，我们谈台湾艺人转发同一贴文的那些人。你是台湾人，你怎么可以认同统一，对不对？我马上就撤心了。虽然我知道他们不差我一个粉丝，但是我觉得这是我身为台湾人最后的尊严。我干嘛去喜欢一个跟我同国人却不同意我们是个国家的艺人？我先是台湾人才是追星族，
我也有看到大家一起唱岛屿天光的影片，真的很感动，我快哭出来了。但是也感到很心酸，为什么台湾会被搞到这样子？最后我想说，我要幸福快乐的台湾，而不是乌烟瘴气的台湾。请不要忘记我们台湾的民主自由有多么的得来不易，多少国家的人在向往，中东那些国家的人每天都在内战，他们不知道明天是生还是死。请知足，自由。你睇下演说技巧几好，即系我觉得系相当难度嘅，好多人逼爆晒。和汗换来的，这样的台湾只有一个。这个就是立法院的国会的正门，但当然外面是警察重装戒备，而到这里都没有任何的意向要冲入去。这个车上面的人讲话自由开讲的，今天所有人都是排队，就是按照先后顺序，每个人排在这里等着去跟号码跟次序去做演讲。OK，怎么样？国会冷，因为你们，我为我自己是台湾人而感到骄傲。我爱台湾，加油我的家，加油各位，谢谢。这个相当难得，谴责一些亲中亲共的艺人，咁亦都对于台湾的尊严咧有所主张咧，反驳，这都相当重要啦。咁呢度上台分享咧，就可以要排队。你睇下个排队个龙咧，已经排到呢个尾啊！呢个紫色呢个地方尾，你睇到几多人？咦，起码成30个人排，你分分钟排到11点都未排到位讲嘢啊！所以每个人都系热衷系做一啲自己力所能及嘅事啊！我们慢慢行，人好多的。而且我们吵架就是要吵给别人看，对我非常的骄傲，很奇妙。我最近在拍摄的时候，你的粉丝群组跟人家吵架，结果很多人都会回头爬文点赞。大家要相信，每一个发声都是有力气，都是有力量，都不会白费的。谢谢大家。我请下一位上台，谢谢。高兴尽量移动。下面有东西卖，这个不是卖，即是 有地方摆摊的，是有趣，我反正有趣。哎，我们继续走先，这人逼着他们走。哇，这个真的好多好的标语，你想想这些东西全部都是自制的，并不是有一个大台或者大会是专门发这些东西，所有的文书在网络上DIY 嘅，自己做，即系自己亲手做一啲自己认为啱嘅文宣啦。头先逼呢个春景咪就系立法院国会嘅正门口啦。OK， 咁我哋继续向前行啦，因为成个所谓包围立法院咧，呢度系正门嘅地方啦。首先我哋睇到青岛东路包晒系另外一边啦，咁我哋而家向济南路同埋中山南路口咧进发嘅。好，来，借过一下，借过一下，借过一下，不好意思，借过一下，谢谢。好清晰，大家反对这个中国党、反对国民党、反对民进党的声音，你都清晰明白到这件事并不是说一个正常国家里面什么左右派或者什么派别的政党之争，是一个呢对于台湾即是究竟是否有承担的问题。一个人是不需要支持民进党的，但是问题就是说，如果今时今日你支持一些亲中的政党，仲要由香港嚟到台灣，號稱民主派嘅話咧，
咁我覺得即係枉為人也嚇。即係今時今日有冇認清楚件事實？你支持緊台灣版嘅民建聯同埋工聯會咧？呢、這個就係真正嘅問題。但偏偏有部分香港人係作如此設想，跟住咧砌詞狡辯咧，簡直令人哋咧呃腕啊 ！OK， 我睇下大台先嚇。嗱，呢個咧就好出名嘅濟南教會啊，濟南教會。呢個濟南教會係緊要啦。嗱，我哋先去入濟南教會之前咧，我哋去到呢個濟南路同埋呢一個中山南路嘅正式嘅交叉口啦。呢個地方係另一個大堂嚟嘅，個大堂其實唔係呢個地方，呢度播嘅啫。係 all the way down there， 即係我首先嘅方向。看到保持移動啊！感受到的氣氛，佢話人要保持移動嘅啊。我們有的論述，今日繼續咁樣努力去做啦。希望咧大家都努力去做好我哋今日。我會覺得很困難。嗱，呢個都有大堂喺呢個地方度，要搭好多嘢。喺呢個地方度咧，支援咧好多樣嘢嘅。我們離開這裡以後，可以想想怎麼樣做的事情。好，那剛剛老師講的，他自己在地方上做的事。我们前面有台中的年轻朋友来跟我们说他们在台中这几天怎么样办串联的活动，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给各位看看全台湾各地的一个串联的影片。有派水了 OK， 我今早的物资也都有派水，樽樽的水在这个方面。咁啊，前一排有一啲所謂嘅號稱小草嘅人物啦，免費攞水，跟住攞翻屋企之後咧，影相話佢終於能夠攞到便宜啦咁啊。咁呢啲同嗰啲民建聯究竟有咩分別咧？嚇，即係各位，我覺得係做人要有一定程度嘅正氣同骨氣啊。嗱，我哋睇下呢個現場嘅情況，好震撼嘅。嗱，啱啱嗰個熒光幕影嘅嘢咧，就喺呢個位入邊。好，那个同学们，以及刚刚很多两百人。旁边呢个地方就是长老教，长老教会的济南教会啦。咁我哋前面呢个位置咧就系集会嘅地方。我哋去前面睇一睇佢哋坐嘅情况。以藐视国会这为例，蓝白没有告诉人民的是，首先英国是内阁制，而他的藐视国会完全没有法则。而美国国会并不像台湾，它没有直接高质素的就会讲英国、美国、法国等国家的规定，然之后向大家宣导基本的法律知识，而且是跨国的法律知识。我基咁犀利。哎，你好，你好。哎，你好，你好，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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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叫，哇，太好了，哇，这个是太好了。你要拿去分享吗？好，谢谢，哇，这给您，这给您。哦，好，谢谢。小老师送了饼。哦，小老师点东西。啊，不用不用不用了。好，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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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你们你们辛苦了，真的是辛苦了啊，谢谢谢谢。哇，睇到一啲年轻嘅朋友去做嘢，我真系好难得。我唔想拍佢哋入镜啊，因为惊佢哋受影响啦。麻烦加速。好了，我哋睇翻，哇！有醫療站啦，係咪有一種佔中嘅時候感覺？2014年十年前嘅感覺翻翻曬嚟。我想話呢個地方好有趣，即係你聞到一種人嘅味咧。雖然今日已經冇落雨啦，今日雨已經停咗，同埋有少少微涼添啊，唔係無涼啊，唔係細涼，係微涼啊。微涼的話呢，那麼就協襯黃國昌，我想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刚刚看到这些少年人
出来为着台湾民主联络的时阵，教会当下最近的支持，所以踮伫台南这个所在，让学生来参加。喺台南拍嘅片，呢啲教会嘅片嚟啊。即系翻译翻俾呢大家听台语，大家可能听唔明。即系鼓励大家喺呢个地方度继续抗争，没有讨论不是民主。OK， 我想问国聪就是、国昌啦，好好人不当，民主犯不吃，为何要舔共呢？即系粉共吓，当做中国狗咧吓。没有讨论不是民主，反对违宪，黑箱作业。其实而家经历咗咁长时间，我哋慢慢已经认识咗真正嘅问题喺边个地方度，即系好难得。咁啊。嗯好，听佢话啦。呢个就系长老教会，佢嗰个教堂，即系呢个系古迹嚟。呢、这个教堂咧，俾人哋去入边咧，喺度逗留啦。呢、这个系长老教会一贯嘅一个，即系林教会一贯嘅传统啦。吓，我哋好难得。哇，睇下攞啲咩先，职业台湾，香港，前面一块。这个很难得，自决建国了。其实这些是这样，所以我就说为什么中国这么害怕香港在2014年说、大家要自决、有自决派，或者是命运自主，当时十年前这么害怕，是因为你看看最后演化成什么，拒绝拒绝中国，反国会流行，很清晰，很不含糊，很多的人无论是信众都好，在济南教会的外面已经是继续喊，基本上是去入到教会里面去这个休息，还有呢去、互相讨论。你想想这个是很难得的一个胜利，这两个报告啊，反国会滥权，拒絕中國，我不同，即係睇到中國點樣乾淨，點樣拒絕中國係咁樣。呢度好多流言，我睇下呢一個。喵治国、黑箱国会啊，混蛋男排配合中国，互联国权出卖台湾。你睇下呢度所有嘅。呢啲係流動嘅公事啦，咁啊，大家都即係當然冇必要都唔會用噶啦。好多警察喺個地方度執入嘅，咁大家知道警察呢個地方同香港嘅死黑警係完全不能相提並論啦。OK， 睇得到右邊，台灣青鳥不屈不撓，呢一次咧後來被稱之為青鳥行動啊。咁點解會咁咧？我可以同大家解釋一下。謝謝。好多謝呢度好多人咧，都即係可能我未識，唔識得佢，可能識得我。咁啊，喺呢個地方度，我睇到好多人係努力咁樣樣去繼續營造翻自己一片天地啦。我覺得相當難得啦。我需要真會，人哋要嘅就好簡單啫嘛，就是、推回法案，重新審查。这个当然是先牵涉程序公义问题，但除了程序正义之外，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恶法、国权、滥权和中国后面支配，这个才是最大的问题。我们试图入这个地方，我真的不知道是不是能够成功。这个地方就是济南教会，就是济南教会，就是长老教会济南教会的入口。这个地方呢，台湾一直有一个不成文规定，就是无论什么警察都不会入来执法的，但香港没有这个歌仔场。 OK， 哇，这个教会了，相當猛烈的燈光，底很大的燈。
呢個亮麗嘅風景線，亮麗嘅風景線真係呢個緊要。大家都會跟隨住呢個步伐啦，進入去呢個教會入邊。咁我諗呢個係只一個部分啫，即係大家睇到幾兩個街口主要嘅情況。咁希望大家都中意呢一個 video 啦，或者繼續講緊呢一個有關於佢哋嘅物資站。我哋睇睇先。招領處 Lost and Found， OK， 跟住之後前面有好多個物資嘅，即係我諗呢幾日咧，我喺 Facebook 度都拍咗影片啊，即係佢哋係好多物資擺咗喺呢個地方度，咁亦都係全部補貨，咁呢啲我諗係好似衛生紙喎，好似紙巾啊，同埋佢呢啲係水嚟。咁你補貨啦，我諗呢個係補貨緊要嘅 ，OK？ 物資站啊 ，OK？ 物資站，任何嘅抗爭運動一定會有。嗱，仲有咧，練農場啊，話緊要啦。我反對，我不要練嘅，我反對。咁亦都一樽樽嘅水，我哋有幫擺賣噶物資組啊，係一個好統一嘅物流，因為佢有唔同嘅物資啊，譬如話有紙巾啦，有水啦，有食物攞數，又可以攞數嘅地方啦，亦都係好緊要嘅嘢啦。咁我當然唔會貪人哋啲物資啦，係俾留翻啲有需要嘅人啊。咁亦都好多，譬如垃圾站。台灣做曬垃圾分類啦，譬如一般垃圾乜嘢都有啊，即係完全有曬。咁啊，好多嘅義工都係幫助長老教會啦，能夠將箱箱嘅水擺落嚟。佢哋係即係義務幫忙。咁啊，台灣叫義工咧，就叫志工嘅。咁呢啲義工 volunteers 咧，亦都即係好幫手，應該識得。你使到成件事咧相當圓滿嘅。你睇一睇，即係信望愛之行係好緊要嘅力量啦，能夠使到呢個運動能夠咧得到愛與入關懷，能夠令到更多嘅。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能夠令到更多嘅小草啦，能夠成為呢一個回頭草嘅啊！等一下哦，等下靠左，靠左，靠左，谢谢。啊，辛苦啦，前面请走走。系好有秩序嘅一个过程啦，大家睇到呢个。我们已经没有提供任何的餐点，已经没有提供任何的食物。仲有。完全啦，谢谢。已经系唔会再提供食物噶啦，即系呢个紧要啦。之前好多垃圾已经掉晒啦 ，OK。我都不知道之前發生了什麼事啊！呢度有洗手間 ，OK？ 咁我哋兜咗呢個古蹟啊，即係濟南狗一個圈啊，出翻嚟，即係永遠係順住呢個方向，相當有秩序啊，相當有秩序。咁啊，我發現就係入唔到去呢個教堂入邊嘅啊，頭先可能咧講大咗嚇，但當然啦，要人入去嘅話咧。咁啊，硬入去嘅到得五零入得去嘅。譬如話咧，我喺呢個地方咪得咯。唔好食，謝謝。哇！莊嚴而神聖嘅食。是一个代土墨土闭会嚟嘅，为台湾祈祷。
为台湾祈祷啦，亦都希望咧呢件运动可以即系达到应该有嘅一个重要效果。其实讲到尾，三读通过系咪即系会好易发生咧？我谂系会嘅，即系因为而在国民党同埋民众党蓝白占领咗国会嘅绝大多数，所以我谂喺通过呢个三读嚟讲，应该系毫无悬念嘅。但问题就系话呢一次嘅运动，我谂有个好大好大嘅得着。就是反抗中國、反抗中共的勢力可以出回來了，還有很多以前做了小草厭棄了綠營投向白營的小路勢，年輕人呢開始回頭，這一點呢我看得到的。我想慢慢是會在這幾個星期會講回這個議題，這件事我覺得是重要的。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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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很難得，是一件很好的事，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一點，跟大家會匯報一下。那麼我們不如就這裡的影片講到這裡先了，那我就可能會今天稍後之後播出來，因為這裡的網路比較不通，那麼希望大家都平安，那麼稍後再跟大家評論呢關於這個國會的青鳥行動的這個我的評論了。 OK， 我們即是陣間在我回到去之後再跟大家見面，拜拜。